大家好，这里是优越又惊恐，今天为大家带来安妮斯极光丝缎系列假如胶试色。哎，就是一个仙气儿飘飘，仙气儿飘飘。第一个颜色，白月光本光，很冷的透白色底搭配浅金色闪，感觉只涂一层会比较好看，真就白月光洒在水面上的清冷感，非常高级。颜色非常温柔，暖粉色调带超多细闪，是这个系列粉质最细腻的一支，刷痕不是很重，非常 nice， 比较透，做渐变应该会超好看。颜色非常少女，透紫色加浅金色细闪，透透的像琉璃，很适合夏天。最后一个颜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，薄荷绿里面带金色闪，很有罗甸工艺的那种感觉。好啦，这期内容就是这样啦，你最喜欢哪个颜色呢？评论里告诉我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评论点赞我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